兄弟们，我又来找宝宝蛋了。最近这些宝宝蛋太火了，家蛋们都给我去玩，好爱好爱宝宝蛋，嘿嘿，宝宝烫宝宝烫宝宝，哈基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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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胖好可爱。现在已经找到四个宝宝蛋了，还差十个宝宝蛋没找到，让我看看你们都藏哪了。嘿嘿，这有个蛋贩子宝宝蛋，快跟我走，还有一个等下再来接你，成功找到第五个。哎，等等，这是什么？我的天，这怎么有个迷你蛋？这玩意要是谁没看见，不得一脚踩死啊！幸亏我发现你了，我的胖宝宝。嘿嘿，打开摄像机让大家看看胖宝宝这孩子的表情，感觉刚受到过惊吓的样子。不对，我是不是忘记了什么事情？想起来了，还有个宝宝蛋等我呢。胖宝宝别着急，我来了，你是第七个宝宝蛋了，那也就意味着还剩七个胖宝宝。嘿嘿，马上就要找齐了，这还有个劳改宝宝蛋，看样子是犯什么错被关起来了。嘿嘿，我猜你肯定是犯了可爱罪是吧？没关系，哥哥这就带你回家。哎，回家的路上又看着一个胖宝宝，不对，是两个，还是不对，是三个。嘿嘿，一下子找到三个宝宝蛋，这真的是太酷了。第九个，第十个，第十一个，马上就要找齐十四个了。嘿嘿，这有个蛋床，肯定有宝宝蛋去树上了。没错，是有一个。哎呀，胖宝宝，这么高你不怕吗？快跟哥哥走，除了你就还剩最后两个胖宝宝了。又看到一个，这个胖宝宝和我长得一模一样，但是我戴了墨镜。胖宝宝，长成这样是你的福气。是啊，长成这样我真是福气。还剩最后一个，那肯定是在这个传送门里了。没错了，终于找齐了。哎，这眼神好像又是小时候的奶酪。 OK 了，家蛋们，和宝宝蛋们拍个照留念一下。